身为香港人咧，见到亚视今日咁嘅地步咧，好可惜咯，好多感慨啊！亚视咧，事实上我一个大家庭，翻到去亚视咧，好似翻到屋企咁样。我哋即系移居到为屋企嘅，咁甚至我哋连健康都可以唔理嘅，即系病食粒药咧就继续翻工啦。大家唔会觉得系攰嘅。如果冇亚视咁多年以嚟几千嘅幕后嘅工作人员，又点学来有我哋呢个亚视八人呢？冇你哋咧，系唔会有洁儿姐姐嘅。多谢五十九年嚟支持过亚洲电视剧每一位观众，多谢五十九年嚟嘅所有嘅员工，所有嘅亚视人，你哋为亚洲电视写下咗最光辉嘅一页。因为咧，我想阿旭儿开心啊嘛，咁我咪送俾佢咯。敬请密切留意听晚。据讲佢除咗睇到外星人之外咧，亦都见到飞碟嘅残骸同埋碎片嘅。1998年。我哋抱住热切嘅心，希望有系统。开心字典啊！今日又系我曾教授，我林班长一齐同大家讲一啲唔系好深又系好新嘅字。开心大发现，努力尽表现。新闻报道员再会，新闻报道员再会，又再会。